但是这个球确实很难，因为就只有邓巴巴一个点。莫雷诺，好，右边吕征上来了，邓巴巴得赶紧站起来。啊，但好像邓巴巴出现了受伤的情况，嗯、希望队医得赶紧进场。要换人啊！哇，看来这下还伤得不轻呢，邓巴巴。哇，这看来比较严重啊。他们这看咱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啊，就是队医上去以后，你看队医已经在上面。伏兵，你得有准确的判断，他究竟是什么问题啊？什么伤？马丁斯得赶紧热身了。哇，太可怕了！哎呀，太可怕了！孙翔，嗯，对下，他是落踢到邓巴巴，哎呀，骨折了，骨折了，骨折了。再有重放慢镜，大家要遮挡一下，不要放，别放，不要放了，太可怕了。这个不要放了，这个不要放了，太可怕了。这还是那种简易的担架。希望赶紧送医院，赶紧上救护车。希望邓巴巴不要因为这起的意外让缺席赛场啊太长的时间。所有的球迷，无论你是申花的球迷还是上港的球迷，应该都一样对严重受伤的邓巴巴予以祝福，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。